姐，阿你妈从来无跟你讲过前一段婚姻的代志啊。阿美华个性这么啊避暑着，你叫伊吼，甲桂医生从李岩的秘密讲出来，阿你要叫伊去，阿他是要哪讲呢？啊，来来来，你用快较紧啊，来来来，哦，你看你看，来，安怎有吓怕无？你这是割盲肠的伤哦。怎么你挂毛肠？那是恁爸在江湖咧走条形讲小事的啦。江湖，所以你晓得哦。无啦，我都头家人啦。我是为了吼，要互恁了解，就甲恁比下咧啦。来来来，过恁看一遍啦。就刚才这个空嘴哇，你想讲好去都袂听，哪有可能啦？就算讲金币啊，敢那看吼，就伤心啊啦。你叫美华讲，哪有可能啦？卖讲是单亲啦，连我都唔知讲这个秘密啦。我唔相信我妈会甲你做伙。哎，啊你怎看我呢？我的意思是讲吼，咱唔通以人的外表去论断一个人。来来，我问你，过去恁妈在倒咧食头路？伊是毋捌甲我讲过，特别我问伊，伊就叫我管好家己的功课，毋免烦恼伊。安尼就对啊嘛，我听我甲你保证啦，我甲你妈熟识时间哦，绝对比伊哦领养你会搁较久啦。干那恁妈在我的公司食头路超过二十年啊，我就是伫照顾伊头家啦。来来来，拍一下名片哦，互你小片放下。来来，这我的名片。好来，来来来。宏图建设当处长。嗯。我有听过这间公司呢。哎呀，都搁讲。刷来阮公司哦，要甲永兴集团合作推进啦，新市区的造镇计划。恁哦，目睭不要紧嘛，时间我看卖我有偌轻盈啦，还是讲你嘛真害呢？你妈的代志你拢唔知影，看开你母仔囝感情无讲介好哦，你嘛不是真关心你妈呢，爱检讨。其实哦，你家己嘛是爱检讨一下呢，迄钱冇甲你斗阵，煞唔敢甲嫂阿讲，那安尼是不是就表示你根本就娶袂出电话？阿达美华甲我带来这这尼啊重要的场合，就代表讲我是上条的人啦。我看哦，因咧楼顶一定要阁吵真久啦。阿无，我先来无用啦吼，等下才倒转来接我的新妹啊。免送免送吼。栽培我，坚持要我嫁入去林家，你才会当报复，是咪就是因为妈这个小三破坏恁的婚姻，恁才会离婚的对不？哼，这么紧就叫迄个查某妈，佮叫到遐尼啊耍嘴，真是是哦，嫁出去的查某囝就敢那泼出去的水啦！你敢会当要安尼对我讲话？你连讲都无讲，就安尼走来，你佮伫咧大家面头前讲你是爸的情某？我刚无问王千总的权利，我有讲过啊。阮时代的代志甲你无关系，了解阿姐要创啥，有啥物好好奇的，莫遐尔爱管闲阿叔好唔？真歹势，我即摆已经嫁入去林家，我的大家认为我是你疫苗技术派来的，我总是爱了解一下状况。了解要创啥？通互你报备啊，互你的大家欢喜唔？我是啥物款人，你敢唔知影？我敢那知影，你想要甲我切甲离离离啦。啊，不过你上好看清楚即卖局势，莫安尼戆戆伫个边啊假谦恭，拼性命想要背后你。你目前上好就是甲我白条条，安尼哦，你才袂互伊食够够，你的日子才会较好过啦。要是唔是又在你？啊！我真正是互你气到昏去，你。
伊是爸的情母，你伫个林家，伫个林家阁有一个查某囝，啊，阁有拄只个廖天坤，你啥物时阵偏偏有一个未婚夫？你若是想要交男朋友，你早就交，哪有所等到今嘛？啊，你结婚的时阵嘛无甲我讲啊，凭啥物我就要让你交代啊？妈，我就知影，你大概一激动你就胃疼，你敢袂当好好控制你家己的情绪？你到底伫创啊？那已经唔是母仔关系啊，阿歹我的代志，拢唔免你管，你就好好做你的林家媳妇。你若是想要跟我绑条条，我都拜托你把你的身体照顾好，安尼才会当安稳收钱。你莫袂记啊，我阁爱行李钱。啊，既然讲到这個，我就问一下啦。既然即马你是林家的少奶奶啊，那你要还我的钱，那就分期付款，归去做一摆海，啥款？咱根本就无其他话通好讲啊！没事啦，你有你家己的查某囝，我只不过是你领养来当作是利用的工具尔。知影就好啦。好啊，我要走啊。你领下伫个林家好好住落去，我阁等你后一期的钱回过来。新妹，我在家。你搁真正伫遮等？当然啊，我讲话算话呢，无我敢要甲你妈一人等在遮。我一定哦，爱接伊做伙回去啊。做伙回去，其实我家己会当行啦。新麦，啊！你伫恁早起面头前两摆这么啊紧啊嘛，那你就甲厝卖掉啊，就是准备要到倒去住。妈，你甲厝卖掉，而且恁这摆搁当，不是？是啊。啊，你嘛知影讲恁妈这人足避俗的啊，啊，担心哦，是惊讲呐，知影阮两个关系哦，你有意见啦。啊，这摆恁妈搁较惊讲。你若查过阮两人已经同居啊，你也无欢喜啦。啊，是讲，啊，你这马已经嫁去好人，到做少奶奶啊，你应该真希望讲，你妈有将你照顾啊。啊，不过我妈伊怎做独立的？放心，我会照顾你妈。伊若有啥物事干啥吼，我会比你较紧张嘞。啊，等你嘛知影啦。啊，阮这有岁人啊吼，啊，若佫拄到黄昏之恋吼，绝对佫较珍惜嘛。妈，你的人生你会当自己选择，啊，不过我讲过啊，稳定一代的代志哦，唔免你管，你会当走啊。阿爸，你妈有来讲啊，你听有啦吼，乖查某囝。妈从来袂凊彩安尼予人揽掉的，敢讲伊甲这个廖乾坤真正有在交往，还是妈有其他的目的？好啦，啊你妈哦。今天也真忝啊，我今日接伊回去休困。啊，你嘛忝啊，紧倒转。林刚哦，找机会招你应当来做啉茶啊。来，行。林刚来啉茶啊。真正是看拢无啊，敢讲这是卖另外一面，只是我唔知影。你真正跟你妈同款，袂计袂少。我若是你，我早就无还款款，走甲人飞啊！我是林子珊的某，家就是阮家，
阿婆妈，现在我走去倒。你妈是宋美华，你妈国叫阿妈，我听了才疑。你是林子生的妈妈，马丁义就是我的妈妈。你敢袂当把恁的话留伫了恁顶一代？袂用的。今日宋美华已经打伫了我的头壳顶了，这一切拢是伊的阴谋诡计。我的第六感都是准准准，我一直讲恁母仔都是诈骗集团，一点啊都摸唔着。恁的面皮实在是有够厚的，为师当像铁壁同款，甚至拢拍袂过。向母，你是讲啥话？你即嘛是当初我是三岁囡仔是毋？当初都是有人小三上位嘛？我唔知影通检讨，真正是命皮有够厚的，袂输当初铁壁同款，枪支拢拍袂过。袂，你真是在搞假戏！我唔是伫咧假戏哩，我是伫咧考坑你妈。我今仔做事事已经拢讲好啊，我会叫点点和四大民主。啊，不过妈，你若是继续安尼吵吵闹闹，把代志拢压压开，唉。自报上界讲，新生嘛歹救。我你即马是咧威胁我？代志拢已经无干安尼啊！你讲硬要落伫咧阮家，你莫掠准我唔知影。恁母仔囝都是想要内行通外鬼，想要把阮林家的财产哦，全部拢乌空变做恁家己的。哇妈！这个指控就严重了呢，那你是不是应该预防性报警，赶紧叫警察把我抓起来？想做你不安尼做，啊，是讲我应该叫子生赶紧替你挂号看身心科，看你是不是有妄想症？你叫妄想症啊？哦，那你哦都参像人讲的，树头那是徛好栽，就唔惊树尾吹风台。妈，你敢那知影你家己徛无啥会栽哦？你这死查某鬼啊！讲话三个六尖的，你就是要搞歧视就对了。当初我都不应该对你手下留情，除了利用我伫个医界、医美界你没关系，让你找无头路以外，我更应该叫梓潼甲你迄天请我明白三家小菜迄段恶劣的行为直播出去，让你下线下井，永远无法做人。原来迄个时阵无人要用我，就是因为你在我背后创空，我就想讲意外合约哪有可能找无工课？你这小鬼小鬼啊！你即马咧对我歹，假好媳妇嫁袂落去啊！就算我要假好媳妇，嘛看是对象假。你真正受过苦啊！竟然用这款傲步做这尼卑劣的代志，无怪招来红事。你给我点去！啊，那我掐破你的嘴！啊、哎呦，好啦，阿爸拿住手啦，你哥！哎呦，唔通安尼起家动手啦！今日一切哦，拢是咱做得来的啦，你唔通嘛不应该哦，提单子出去！新新公给我，你拄只都无听着，你是安怎甲我口说？跟我一句来一句去，态度实在有够歹的。伊对你态度歹，嘛是拄啊好尔啦。讲实在啦，就算伊替伊妈妈出气，你嘛爱承受啦。你唔着想看卖咧？你怀疑吞忍偌侪年啊？就算今日伊予你委屈一天，你嘛爱吞落。但是啊。阿嬤无希望你甲爹、你妈甲你大家中歹做人啦，啊遐个代志拢过去啊，袂去影响到阮对你的疼惜哦。不管你的妈妈是啥，在阮的心目中，你就是子生的母，是阮林家好媳妇。大家。